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公布社交距离，室外保持一公尺，室内保持一公尺半。是讲你敢唔想着讲，这收费员要安怎？先来看云林斗六这间停车场，因为用人工收费，收费员想出一个办法，用竹篙倒玻璃龙碗，这不是用竹篟倒菜刀，是倒玻璃龙碗，加驾驶人收费。所以讲这个方式，敢那较奇怪，也过真方便，佫会使保持距离，人民就嘛感觉安尼真实用。轿车开入停车场，要摕停车单。收费亭内面伸出来，不是收费员的手，是长长的竹篙。车辆出场收费，走南山的同款的方式，收费员用竹篙把金刚啊送到驾驶人的手。帅哥，五十找你，谢谢。很方便啊，我也不用下车，然后不用跟他接触这样。其实对防疫是 OK 的。对。收费员提你手内道具就是这长长的竹篙，套一个玻璃笼的碗，完全拢免甲顾客近距离接触，当都嘛符合政府公布的社交距离。武汉肺炎的关系哈，所以我们正常长板型的，刚好一公尺安全距离。云林斗六这停车场，因为也都是人工计费的作业，收费员想出种方法来收费，那方便过当保持安全距离。当然是比较安心啊！现在防疫期间吼，这样子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啦？可以啊。因应新冠病毒疫情，连缴停车费嘛需要社交距离，用竹篙收费虽然看起来真趣味，不过嘛是收费员因自保的方法。